丁力本是释迦牟尼佛，丁力文殊智慧勇士，丁力传承档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挂上师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这个大圆满这个谦逊呢，就是大圆满谦逊里面的业因果当中呢。像这个十不三业的过啊，就十不三业的过，十不三业的过分四个方面：第一是依树果，第二是灯牛果，第三增上果，第四食用果啊，就是分四个方面。那么十不三业当中的每一种不三业呢，其实都会有这个具足啊，就是上面所讲的这四种果报。也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依宿果和灯牛果，还有，这个增上果和食用果。那么下面呢，我们把这个每一个果呢，就详细的给大家这个做一个介绍。其实这样的，这个因果啊，就是因果呢，就是因果的道理就是非常重要。现在的世间人呢。很多人，对这个因果一窍不懂，这样呢，就是做任何事情呢，就违背了因果的这种规律，最终，自己今生当中呢，也是极其的苦恼，甚至，这个来世啊，在无量劫当中，就感受这个苦报啊，就感受苦报，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来讲，就是所有的。这个窍诀当中就是对这个相信因果，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个道理呢，应该有这个深信不疑的见解，这是特别重要的。那因为我看见很多人呢，从小都是没有这个灌输因果的教育，这样长大之后呢，也有许多人对这个。三世因果呢，产生这个怀疑，甚至呢，就是产生颠倒之见，还有呢，就是更有甚至啊，就毁谤啊，就是毁谤诋毁的，当然这种诋毁呢，实际上是只是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这个见解，错误的一种这个信息传播而已，真正让驳斥或者说是让那个辩护因果道理的人呢？自古以来到目前为止，就是没有一个人这个发现过啊，就一个人呢，无论是从事科学这个教育者，还是我们这个修行人呢，有些人虽然就是自己不相信，但是不相信呢，这仅仅是自己的一种怀疑而已，自己呢就是不能了解这个因果的道理而已，一次颠倒之间呢，就是不能就接得出这个。结论就所以说呢，我们在座的这个人呢，因为受环境的影响，受这个从小的一些教育的这个影响有些人呢，对因果就是一直是产生一种半信半疑甚至有些最关键的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时候呢，对这个三世因果呢，还不那么这个相信，还不那么呢这个确定，就那种人呢。最可怕的，如果你对这个三世因果不相信的话呢，那所有的这种修行呢，就可能因此而这个废掉因此而呢就是夭折。所以，要相信因果的话呢，作为离根者呢，最好是用自己的这个智慧，用自己的这种这个。最高的一种这个观察力，就是最精细的一种观察力来就进行这个分析。进行分析以后呢，最终你找不到任何的这个这个因果方面的这个错误就只是呢就最后发现自己的智慧就是没有跟上真理而已。所以说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个十不三业的这个因方面的道理呢。对目前来讲是这个社会就很重要的。今天所讲到的这十不三业呢，就是造了一合，就是会产生这样的这个果，这种果呢，是必定会这个出现的。可是我们极个别的愚痴者，极个别的持有这个邪见者就是就不相信不相信呢，就非常可怜就非常可怜。所以我们下面呢。
给各位呢，就是也做简单的这个介绍，就是这四种果。这四种果呢，其实是就是有些是这个时间方面的这个梵蒂不同，有些是每一个果呢，就是它的这个成熟的这种这个结果方面不相同而已。那么下面就是第一个是讲的这个已熟果，已熟果呢，无论是十部三业当中的任何一种啊。就前面讲的这个，杀生啊、屠刀啊，还有这个邪淫呐，说这个妄语、绮语等，就是任何一种呢，如果以嗔恨心所导致，那么就会堕入这个地狱当中；如果以贪心所贪心的驱使而造成的话呢，那么他会这个投生为这个恶鬼界当中；如果是以痴心的状态当中这个进行的话呢，那么就会这个转为这个旁生。就是转为旁生，万一一堕落，就是我们上面讲的三恶趣当中的话呢，那就必定会是甘受啊各自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痛苦。所以以贪嗔痴呢，就是分别让这个转生这个分别的三恶趣这是在中观龙门菩萨的《中观报恩论》里面呢也讲过，就是说是由贪转恶鬼已成因。地狱就是由贪转恶鬼，已成呢，就是因这个地狱。吃毒成旁生，相反得人天。就所以，这个以贪嗔痴呢，就不同就是让这个转生，到这个善恶去。如果相反，就是我们这个无嗔无贪无痴这样呢，这个心是善法的话呢，那么就是会转生到这个人界。或者是这个天界，我记得在那个《本师经》里面呢也说了，说是这个具足贪嗔痴无止见命慧就是具足这个贪嗔痴呢就是没有这个具足贪嗔痴的话呢，就是不会就是见这个命慧的，然后定不能解脱生老死病等，就定不能解脱生老死病等，具有贪嗔痴的话呢，他不能见这个命慧的，具有贪嗔痴的话呢，他不能就是获得这个生老死病当中这个解脱的，反过来说是这个佛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说是这个远离贪嗔痴，什么由止见明慧就是远离贪嗔痴，由止见明慧，决定得解脱生老死病等就这个教证呢，就是也是翻过来说就是远离贪嗔痴，远离贪嗔痴的话呢，那么一定能见到这个明慧，能见到明慧的话呢，就是决定会得到这个解脱就生老死病呢，就是一切这个远离，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知道的是，这个贪嗔痴，这个严重的话呢，就是分别，这个转生为，这个依熟，就是他的这个依熟果呢，就是三恶道当中，这个一定要，这个相信。比如说我今天呢，就是以嗔恨心特别严重，而且呢，这个时间也很长，这个心态啊，就是极其粗重。那这样的话呢，这种依熟果，其实依熟果的话呢，就是它不同的这个因就不同的因呢，最后成熟的一种果报，就是叫做是依熟果。我们那个汉地的《宗经论》里面呢，也专门讲了这个依熟果就是其实这个依因呢，就是成熟，就是一种这个果，或者比如说这个不同的这个种子的这个苦因呢，让这个产生呢，就是一种这个苦果；不同的种子的这个甜蜜的这种因呢，让产生就是一种这个甜味的果，这就是依熟果的这个成熟。就成熟为这种果就这是我们要一定要就是了解的就是了解的，这是就是三毒呢，就是分别呢，就是堕入三恶趣，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按照烦恼的程度以及动机的大小，分为呢，就是上中这个下三品就是上中下三品呢，就一个是。当时的他的这个心态就是初不初中还有呢，这个他的当时的怎么说就是那个实践的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对这个动机的大小就是他的这个烦恼的程度和动机的大小呢，就是分为上品下三品。所谓上品恶意，是指的是贪嗔痴三种烦恼呢，就是极其粗重的，并且呢，时间也长期积累长期积累，这样的这个刀天罪恶呢，就会造下这个地狱。
就是这是贪嗔痴全部这个聚合的啊，就这样的恶业。还有遭中品恶业的人呢，就是会投生到这个恶鬼当中去的。积累下品恶业的人呢，则这个转生为旁生当中就旁生当中。总而言之呢，我们众生就是造了什么样的业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产生就是他的这个过大宝积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说是众生造善如影恒住心就如影恒住心。众生造的这个善业也好，恶业也好，就像我们人在这个地上步行的时候呢，就是它的影子呢，就是一直跟着一样的。你塑造的这个业，也许暂时呢，就是不一定是马上这个让这个现前，马上就是不一定让现前，但是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一定会是产生这种这个过报的就产生这种过报的。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具有邪见的人呢，就是不懂这个道理。甚至有些人呢认为是这个人是造了恶业，可是呢他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福报就是家里也是很顺利就他造恶业为什么是这个人就是是那么这个幸福那么快乐其实这种这个说法呢也是这个不合理的比如说他现在就所享受的快乐的过呢，这是一切呢以前呢做这个造的这个三业的这个过报。就像我们现在一个人呢他天天的是不但没有种庄稼，就是甚至呢将自己的这个田地呢就是全部都这个毁坏。可是这个人呢他以前这个上一年或者是再上一年呢，他积累的就是财富呢，就是家里面还是比较这个富裕的，他每天都是享用这个。但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他以前的这种财富呢，就是精神这个享用，就是他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人很富裕的，就是他一直有吃的有穿的，可是呢他对未来的这种这个资粮呢，就是全部都又会坏了。他这个已经享用完了以后呢，以后再也不会有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呢可能就像亲友书里面一样的，就是所造的业呢，就是不可能是用道就是隔着你的身体呢马上出血一样的，就所有的业呢你今天做今天马上这个成熟极个别的一些业是有的，但是呢很多很多的这个业呢就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对这个因和果的这种概念呢一定要明白，要通过各方面来这个学习。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就像涅槃经里面讲的一样的，不见何舍我不作那这是人这个的确也是很可怕的。所以呢我们就是的确也是对这个三世这个因果呢，就是要有一种很这个正确的这个见解就是正确的这个见解。那这样呢当然是最细微的一些这个因果报应的话呢恐怕我们就是凡夫人就是不要说这个，甚至阿罗汉也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今天所得到的这个人间的这种这个快乐痛苦也好，或者说是地狱里面的感受的痛苦呢，全是一切的这个善恶业的这个报应。这一点一定要就是明白。我记得在那个大智度论里面呢，就是讲一个公案了就是说是有一次佛陀和那个舍利子尊者呢，就是在这个步行的时候出游的时候呢，当时那个有一个鸽子呢，就是被那个老就是饮酒呢，就是开始这个追着，然后这个鸽子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害怕，就是他躲在这个佛陀的这个影子里面，佛陀的这个身影里面的时候呢，他有一种安全感，就是这个身体呢也不抖擞，不恐怖，没有这个就这种惊慌的这个感觉。然后佛陀就是越过就是这个鸽子的这个身体的时候呢，这个舍利子的这个影子呢，就是照到就是那个鸽子的这个身上的时候呢，就是照样的他就有恐惧感就是有恐惧感。那个时候舍利子就是问就是说这个佛陀为什么是我们我也是阿罗汉，你是这个佛陀，我们这个三度烦恼呢就是都这个灭尽，就是这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可是这个鸽子呢就是得到你的这种身影的价值的时候呢，就是没有恐惧，而我呢就没有这种能力，就是这是为什么。后来佛陀呢说是虽然你是阿罗汉，但是这个
你所断的这个三毒跟我所断的烦恼呢，本体上是相同的，但这个习气上面呢，就是有所差别。就是你因为阿罗汉没有断这个细微的习气，就是这个原因。后来呢，就是他有这个观察，就是这个各自的前世是什么。结果他在八万劫当中，这个阿罗汉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全是这个念须当各自的，就是不知道是他以前就是到底造了什么业，就是看不出来。然后他又继续观察那个他后世是什么样的。八万劫当中呢，他有念续，就是当各自的，就是最后呢，又不知道变成什么样的。后来，就是这个问佛陀的时候呢，就是佛陀已经有这个外的这个智慧观察。他八万劫以前呢，就是其实曾经这个人呢，也是做过这个很多不如法的杀盗淫妄的这种恶业，以这个业呢，就今生当中也是变成这个各自的。然后以后的话呢，在这个很多劫以后啊，很多劫以后呢，就是他也是，就是得到这个人身，得人身以后，过了500世以后呢，他遇到这个佛法啊，然后呢，就是逐渐获得解脱，就是所以我们在那个特别细微的一些因果上面的话呢，的确也是不要说我们呢，就是甚至阿罗汉的话呢，要这个就是真正能知道他的这个因果是怎么这个成熟的，或者说这个前世这个前因后果全部要一一描述的话呢，有一定的困难。更何况说我们现在世间人的有些人呢，啊，这是你前世的什么什么过报，那什么什么过报，没有这个校正的话，那就是我们也不能这样这个顺便胡说啊，就顺便不能胡说。尤其是因果的问题上面呢，大家都是一定要就是谨慎呐。就是阿罗汉的是，如果说的不是很清楚的话，我们知道是我们这个凡夫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凡夫的智慧，我们的凡夫的这种分别念呢，就是能推测到什么样的境界，应该自己也清楚。所以，在这里面呢，就也讲了就是这样的这个因果。下面就是讲的是这个，大家都应该清楚，刚才那个总而言之，所谓的因果呢，造的这个三毒的恶业呢，就是分别转生于善恶趣，就是这个应该清楚的。然后就下面讲的第二个是等有果，等有果呢，我们分为就是同心等有果和还有这个感受等有果啊，就分两个。第一个，所谓的等有果呢，就是是从因果所牵引沦落的恶趣当中解脱出来以后呢，就是获得人生的时候所感受的一种果报呢，就是报应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等有果啊。它的前提是先地狱里面，或者恶鬼旁生当中，就是感受痛苦，然后呢，就是来到了这个人间。来到人间的时候呢，就是所感受的不同的这个果报啊。当然，在恶趣当中，也许呢，有这个很多等同于各自隐隐的各种痛苦。在那个恶趣当中呢，比如说你这个旁生也是个恶趣，旁生当中呢，你这个前世的这种等有果呢，前世这个喜欢杀生的，就喜欢这个杀生，前世呢，就是喜欢这个吃草啊，就是不愿意损害其他众生的话呢，那今生当中也是有自己的同等的这种果啊，就是也是可以这样的。其实等有果的话，我们这个藏文的这个意思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灯印啊，就是跟这个印呢，就是比较这个相同的。以前就是他造的这个印呢，是什么样的这个印呢？就是产生这种这个果啊，就是，他灯有果，尤其像那个《阿毗达摩论》里面呢，就是讲那个所谓的这个，灯呢，就是过是月印，就是故叫灯，就是这个过呢，就是像，就特别像那个他的印。然后什么叫做六呢？就是从印而生，从印而生过，就故成为这个六啊，就等六。六呢，就是因为跟这个前面的印就是完全跟过相似，过呢就是跟顺着这个因而这个产生，就是所以这个我刚才讲的就是天的这个种子呢，就是产生这个天的这个果实。然后这个苦的这个种子啊，就是特别这个苦酸啊或者苦的种子呢，就是会产生就是苦果啊。那么就像是这样的，跟这个因呢，就完全是这个相似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因果关系呢，我们叫做是这个等有果啊，就是等有果。所以就是等有果呢，我们可以分为是同心等有果和还有这个感受等有果，就是分两种。首先在这里讲的是这个同心等有果啊，就是同心等有果。其实这种这个因果关系啊，就确实是，不管是怎么样呢，就是你造了这个因以后的话呢，这个果是必定会是这个现前的啊，就是果是必定会是现前的，就是这一点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怀疑。
收我们1000将这个白衣金的四合也是这终身这个塑造的业啊，就是白界就是不毁灭，就然后这个因缘成熟是这个七国定成熟，就是也有这样的。后来好像我看过一个这个龙猛菩萨这个记的啊，就是然后这个日乘等在松草的时候，日乘等所翻译的一个经典，也是一个怎么说啊，就是经全部聚集在一起的，叫做是覆盖真心搜集经呢，就是覆盖真心搜集经。那么那个里面呢，就是也跟刚才的这个白衣经的教证就是比较这个相同的，说是这个色境无两界，彼亦不能坏啊，就是色就是假设的是那个色境无两界，就是彼也不能坏。果报成熟是众生定数啊，就是众生决定数啊，就是果报成熟是众生决定数，就这个其实跟这个前面的这个校正呢，就是应该是就比较相通吧。就是假设是过了无量界的话呢，那么他所造的这个业啊，就绝对不会中间就是这个耗尽的啊，就绝对不会中间。一旦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果报啊，就是必定会是干受啊，就必定会是干受。那这个干受的时候呢，前面是这个依树果来这个干受，然后呢就开始这个等有果啊，就这个等有果的干受呢，就是确实我们平时众生当中啊，如果这个相信因果的人用自己的智慧，你来好好的观察的时候呢，在我们众生界当中，就是这个因果关系呢，就是很容易这个升起定解啊，就升起定解。那么所谓前面讲的是第一个等有果啊。就是等有果。那么等有果呢？同心等有果是这样的。所谓的同心等有果，就是说，这个今世与前世塑造的业是这个相通的啊。就今世和这个前世塑造的，前世是你造什么样的业呢？今世在你的这个性位上呢，就是会这个出现的啊，就会出现的。以前那个什么在佛陀在毗拉耶经里面就是讲的是这个牛住尊者。牛住尊者的话呢，他有这个两个喉咙，还有呢就是他吃饭的时候也是，就是跟这个牦牛一样，就是饭臭啊，就是也有这样的。还有以前有一个比丘呢，就是他走路的时候呢，就是经常的是蹦蹦跳跳的。其实他的前世是一个猴子啊，就是是一个猴子。还有以前有一个行为特别激进的这个一位这个神者比丘啊，这个神者比丘呢，就是当他得到这种这个神者果位，或者是出了家以后的话呢，他每天都是就是用这个镜子来就是照，就是其实他以前是一个妓女的这个转世，就是所以他看到镜子的时候呢，实在是忍不住。就是每天都是这个照镜子，所以这些很多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没办法，就是在精神当中的我们所谓的一种爱好，或者说是一种我们平时也可以说是这个前世的这种习气吧。就是如果前世以杀生这个为生呢，就是杀业为生的话呢，那么精神当中呢，就是他这个喜欢啊杀生的在这个。后头有一个叫做是什么？就是大萨在你甘孜梭文经呐，就是大萨在你甘孜梭文经。以前我用过这个校正，就是，其实这个经里面呢，就是也讲了很多这个大乘啊，还有一些究竟一乘的一些道理啊，就是讲了很多。那个经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杀生无三宝，短命多诸疾，就是这个跟我看我们下面。这样在下面也可以，就是这个校正用在下面也可以。那么在这里说是以前这个杀生的话呢，就是基层当中这个喜欢杀生。如果前世是不逾矩为业而这个生活的话呢，那么现世当中呢就是喜欢这个屠刀。啊，就是精神当中就这个喜欢偷盗，所以有些人呢，就海提时代的时候呢，只要见到一些这个虫蝇当鞭呢，就是杀害他们的。喜欢杀生的这些人呢，就是甘肃前世啊，就是荼毒森林的这种这个灯油火。啊，就以前就是伤害这种这个森林的这种这个果树，从幼年时期，人们由于各自前世业力所感觉表现出明显的这个不同。每个人的像一家人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孩子呢，就是他喜欢就是心慈善法；一个人呢，就是喜欢就是偷盗；一个人呢，可能喜欢那个跳舞，就各自的人都是特征也是不相同的，爱好也是不相同的。有些人。
人呢就是喜欢啊杀害这个众生，而有些人呢就是喜欢就是啊什么这个突击啊就是魔鬼啊，有些人呢啊就是对此毫无这个心结，而热衷于什么呢啊就是这个心慈啊心慈善法啊，就是心善修佛，这都是前世作业救济的这个。这个关心，或者呢就是说是这个灯纽国素质，灯纽国素质。以前我们藏地有那个就是丹比尼玛仁波切，丹比尼玛仁波切在8岁的时候呢是降那个入心轮，而且降得特别特别的这个精彩，特别的精彩。当时华智仁波切也说过，就是看见那个执政丹比尼玛这个传讲8岁的时候传讲入心轮的话呢，我们这个尼玛派的这个教法就是还有这个希望啊，还有希望将来呢就是一定会是就变成一个辉煌期，也就是也是这样这个说过，说我们在寒地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呢从小的时候的这个爱好的事是不想通的。我听说是这个以前的那个歌手邓丽君呢，当时在60年代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到这个10岁的时候呢，就是什么这个荒谬调调的那个就是这个竞赛就是获得了这个冠军，而且当时听说那个台湾呢就是还没有这个家家户户都什么这个电视啊，就这些都是没有的话呢，他一听到这个收音机里面的一些这个音乐的这种声音的时候呢就是不屑而动，就稍微听了一下，就然后呢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歌啊就是自然而然就这个全部呢就是通达啊，就是全部都是这个通达的。所以我想每个人的确也是这个习气都完全是不想通的听。但原来我去那个云南了，就是当时他们云南特别那个佩服那个跳那个孔雀舞的什么这个杨丽萍，他那个也是听说这个冲校的时候呢，看到蚂蚁的时候呢，就是他可以就是按这个蚂蚁的那种动作呢就是可以跳，然后看到那个孔雀兵就是开兵的时候呢，就是也就开始就是跳这个孔雀，还有这个蜻蜓点穗啊，就是各种那个自然界当中的这些这个生理呢，就是他们的很多这个行为呢就是自然而然的他就可以这个编出来就听说现在他就可能那个喜欢就是跳那个杜姆啊，就是那杜姆，就是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好，一辈子的事，就如果是按那个一些动物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一直跳的话呢以后的这个国宝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或者变成孔雀啊，或者变成其他的也很难说所以像那个跳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啊，或者是像这个杜姆啊，我觉得是这些这个演艺圈的人的话，那就是有3根的人呢，他们经常遇到一些自己或者是间接对众生的这个相续呢种下3根的一些这个节目啊，就是他们都会那个就让接上这样的缘，有些这个3根就是没有福报没有，而且呢就是业力比较深重的人呢，他所编出来的这个舞也好或者是歌曲也好，就这些呢自己或者是间接呢就是损害很多的人，甚至呢就是有些的是可能就是他自己的是已经离开了人世好久了，但是一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呢，人们的这种相续当中呢不断的就是生那个就是孟获伴的这个贪心啊，或者说是这个嗔恨心这个愚痴啊等等，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也是一方面是可能每个人的这个自己的因缘和这个发愿就是不相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的话呢，就是为什么是有些人呢就是从小的是就是喜欢这个散发的，有些人呢就是从小的是就是不喜欢这些就我听到很多家长就是他对这个自己孩子的培养的这个社会呢，就是有些人是很苦恼的，就是为什么我的这个孩子呢就是一直是干一个坏事的话呢，就是他很那个很有这个兴趣的，就是眼睛的马上这个睁开了，而让他读书让他行持善法的时候呢特别苦恼，就是特别特别不愿意，这也是跟那个他的牵涉的确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这叫做是通信等于我。我们每个人这个自己虽然有遇到一些上司老师就是一直这样的，有些人为什么特别自然而然的这个喜欢这个文思修行，一听到这个散发的功德的时候呢就升起这个信心，就是一点困难都没有的相续当中的这个这个邪见啊嗔恨心啊就是都没有的。但有些人呢三方方面的这些功德呢一说起来的时候呢确实是特别的这个微妙，很小很小的
就很小，一搜起来，我们那边有一个老乡啊，就是他，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他，我在这个从小的时候呢，他经常啊，就说这个出家人的故事，不知道出家人对他害了什么，就是。他每一次就是受一个出家人的过失的时候呢，一个小小的问题的时候，他一直放大，一直放大，而且嘴巴也特别会说，然后，就让很多人呢，就是听得这个津津有味的啊，这个人一说的真的是好像所有的这个出家人的事，就这个行为特别不如法一样的。但一讲起来出家人的功德或者善法的功德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反应了，就没有反应了。即使以前就是特别反对，就是现在不敢反对，但是呢，他没有感觉。我故意在他面前就是说一些这个出家人的功德啊，出家人是如何如何好啊，他就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人呢、啊，的确是跟这个前世是做什么样的话，那就今世也是可以看得出来。你看《真理佛经》当中也讲了，过去生和主当时这个金次生呢，未来生和主当时金次生啊，就是佛经里面说你过去呢就是转生什么样的好人坏人，或者是地狱恶鬼旁生，是哪一个界当中呢？就是这个你的这个专业是什么？你的工作是什么呢？看你今天的这个身相啊，你今生当中呢，就是对善法有信心呢，对这个恶业呢没有信心的话呢，那你以前是这个专门做善法的人，你的专业是应该对善法有关系的。而如果你是今生当中呢，一提起来这个恶法的时候呢，就是兴致勃勃；而像善法的时候呢，好像这个心绪缩了，那这样的话，说明你以前的这个专业呢，还是搞这个恶业的。啊，就是做这个这个不善业的人，应该从你的这个言行举止当中也可以看出来你的这个欠债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就是有神通的人面前去，哎，你可不可以给我打个卦，你看看我的这个欠债是什么啊，就不用就是到处都去这个问啊，就不需要问，你看看你今生当中的这个如果你今生当中特别快乐，就是什么善法都可以的话，那我以前是肯定是修善法的，造善业的人。就是如果我今生当中是特别痛苦啊，那还有这个很多邪见的话，那我以前的这个前世是肯定是造恶业的人，就这个。那么我们后世呢，就是从基层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你天天的是心慈善法，天天啊这个做功德的话呢，那么就是你的来世呢，就是越来越这个会光明快乐的。而如果相反的话呢，就是也是会感受这个痛苦的。所以未来这个生与何处呢，你可以精神看你的这个行为。不仅是人啊，动物也是如此的。比如说是摇影啊，善菜呢啊，这些的话呢，从小的时候呢，他们都特别就是喜爱这个杀生的。像这个老鼠啊，就是有个别的一些这个动物的话呢，他们特别这个喜欢就是杀这个什么这兔刀啊，而且这方面也有这个擅长的。你看老鼠偷东西的时候呢，人这个在的时候都是基本上是他不出来的，一旦看到人这个一出去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开始这个出来，一听到这个脚步声的时候呢，又开始躲进去了。就是所以我们有些这个现在的一些这个贪官呢，就是他们都是念这个老鼠偷东西那样的，不会就是他们不会偷东西，就是有些老鼠的话呢，会这方面很有这个三巧的。你看世界上的很多有些这个肉食动物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个杀生啊，就是又入世的这种这个三场技巧，就是所以说呢，不仅是在人当中，就是动物里面呢也有这些，都是各自前世这个造的恶业的这个同行等流过啊，就是这个应该我们要跟这个前世的这个善业或者是恶业呢，就是有这个差别的。有些呢，因为前世的这个业，就从小的时候的事就是表明出。比如说我们发完如意宝降生的时候呢，就是就开始念这个什么啊，就是文殊这个心咒啊。那文殊心咒就是前世呢，就是说明是这样的。以前有一个叫做是人的这个灵魂，就是一本书啊，这里面呢就是说是以前在这个日本的一个军人呢，就是到了这个缅甸以后呢，就是被这个飞机已经这个轰炸死的。后来呢，就是他就这个转生到也是就是那里的一个这个家庭当中。从小的时候呢，他听到那个飞机的声音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害怕。但从小的时候，他也能这个说出来，就是前世的一些同样的这种一些这个语言呐、啊，还有同样的一些这个行为的话呢，都能这个做出来。所以你如果没有观察的话呢，觉得是可能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一些这个业力。但是你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呢，两三个人呢，
他的这个前世的这个因缘呢，就是不同的这个原因啊，就即生当中所表现的很多行为呢，就是也是完全是这个不相通的啊，就不相通的。所以我们就是依靠就是这些很多的道理呢，就是对因果呢，就是应该这个生起信心。如果你生不起信心，你觉得是这些方面有问题的话呢，那么你在这个有智慧的人面前呢，就是可以自己提出来啊，你觉得是这一个道理是不合理的，那不合理呢，你应该举出充分的理由来进行驳斥。果相呢，只不过是你自己可能不明白的地方是比较多的。你真正能用这个真理来驳斥别人的这个这种坚持这个因果存在的真理呢，就是不可能驳倒啊，就不可能驳倒。下面就是讲的这个甘肃等六果，所以这些基本的这个。同心什么这个这个同心等有过啊，甘肃等有过啊，就这些道理就是应该要这个明白啊，就这些是基本的一些这个道理，也是特别就是重要的这个窍诀。如果你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面产生邪见，或者是你没有明白的话呢，其实你得到的法是再高再深再妙的话，恐怕是不一定是这个受益啊。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就是求一些告法，当然我也不反对就是求告法，可是你这个基础都不稳，你连一个因果证件都是没有，你还对做善业呢就是就产生这个快乐的果报是有怀疑的，像这种人呢，得什么样的这个窍诀，得什么样的这种殊胜的这个教养的话呢，其实是应该说是在这个冰上建筑就不可能是这个时间是很长的。所以我们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佛教的这个基础教育就基础教育呢就是特别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的这个基础因果证件和这个轮回生死观呢，还有这个宏观微观的很多的我们这个佛教基本的世界观呢，就是还没有这个了解没有了解。既然你没有了解的话呢，佛教里面的一些最深的这个教言呢恐怕是就是没办法这个就是接受即使你已经得到的话呢，在你这个相续当中呢就像是我们一般的这个陶器里面呢，就是狮子的这个乳汁就不可能就是成牛一样的就是你的这个发气就是不合格呢，就是你里面倒的就是这种这个甘露呢，就是再怎么样这个精致呢，恐怕是这个不一定是有利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呢，希望我们的这个各位佛友呢，就是应该这个详细的去这个观察。下面就是讲的是这个甘肃等六果就甘肃等六果。十不三业当中每一种不三业呢都有两种这个甘肃等六果。下面呢就是怎么样的这个两种甘肃等六果呢就杀生的甘肃等六果，也就是说呢，前世造这个杀业的话呢，那么即生当中呢，甘肃这个断命多病就是一个是甘肃这个断命，还有呢就是甘肃这个多种病，就是这是前世的这个甘肃等六果。所以我刚才所讲的什么这个大杀灾逆甘孜记呢，甘孜这个说文经里面呢，就是像这个杀生无三宝，断命多诸病，多诸疾，疾是那个疾病的疾来世生恶道居受种种苦。来世生恶道居受种种苦，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这个喜欢杀生的话呢，那么他不但没有任何的这个功德，就是造的这个罪呀，甘受的这个苦痛苦呢，就是相当多的。最主要呢，就是杀生的话呢，一个是即生当中这个断命就是命就不长。就有些人就是在这个从小的时候都夭折了，有些呢就是虽然就是活了这个五六十岁就是三四十岁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谁也救不了的而这个死了，有些呢就是虽然没有死，但是呢就是经常这个身体有病，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不管是你就是什么样的这个身份的人，天天如果生病的话呢就是这是从心表明你这个以前呢就是肯定是杀害众生就是杀害众生，以此呢就是可以类推，你如果没有好好忏悔的话，你以后就一定会是转生到这个三恶趣当中去的有一些婴儿刚这个出生的时候呢就会死去的，完全是前世所造的这个等六果而且这些人绝大多数的多生累劫当中都是刚刚生下就是然后呢就是断气身亡的，很多都不仅仅是一次你看刚才那个就是一个字的事，它连续的事就是一直变成字变成字，还有我们有些这个前世这个杀害众生的话呢，那我这个
就是无数的这个事实，生生世世当中的话呢，有刚生下来有死了，刚生下来有死了，刚生就这个轮回确实是这么这个很可怕的一个特别大的这种网一样的啊，就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从小到老一直呢，就是遭受各种不痛的这个疾病所折磨，可以说呢，有生之年当中几乎没有不病的时候。啊，我们有些人都是，你吃什么样的这个药啊，就是看什么样的这个医生啊，就是都这个无济于事。一直呢，就是从小都是这样的，一直一辈子都是天天输液，天天这个生病，就是那这个是肯定是这个牵扯这个所造的这个业。这种人呢，就你即使吃什么样的药，就绝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一定要就是动到就是在自己身上的很多很多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要知道是这个他的这个因缘呢，就是在这个牵扯当中，这些也是往昔参杀恶道圣灵的过业报。所以我们当生病的时候，不要呢，就是一直冥思苦想的拜托眼前的这些，这个疾病的这种医疗方法啊，就是即使你对这个医疗方法寻找呢，就是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呢，你一直这个认为是这是这个眼前的一件事情，跟前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呢，恐怕是不对的啊。有些病的话呢，你这个怎么样看病的时候，就是结果一点也不好的。而你去年纪呢，你自己去好好忏悔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效果就更明显。就为什么呢？有些是就是跟这个前世有关系。当然，有个别的一些病的话呢，我们这个藏医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这个精神当中啊，你的这个四大佛条啊，或者是各种恶耳的这个因缘所聚合以后呢，也会这个发生一些这个疾病的，也有这种这个情况的。应当呢，就是精力放在这个，应该精力放在发怒忏悔往昔所造的恶业，下决心啊，痛改前非，其恶从善等等恶业的对着上面。啊，其实在这里来说，就是你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忏悔。如果忏悔得以这个清净的话呢，很多这个疾病呢，就是自然而然就特别这个稀有的就好了，就是也有这种这个情况。那么下面就是这样的这个不逾矩的干受啊，就这是杀生的这个干受等六果已经讲了。然后不逾矩的干受等六果呢，前世吐导的就会干到精神当中就输用就是非常的这个频繁。即便是有一点点的财产，也是被一些强盗就是坏这个或者这个吐导就是偷走的啊等等的。被别人呢就是这个攻这些这个敌人呢，就是会共同这个享用的。现在的一贫如洗的有些人呢，与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劳作，下了如山王一般的这种这个功夫，可是就怎么说啊，就是还不如这个积累巍巍祸行般的这种福德好啊。其实这个。造福德的话呢，就是其实真正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福报呢，就是是一种这个自己所造的。这种这个因果关系呢，我们一定要就是明白。绝罪福尽啊，就绝罪福尽里面呢，就是讲了说是福中的福，什么中福的福，中品的品啊，就中贫的贫呢，先是不布施，今是则贫穷啊，就先是不布施，今是则贫穷。其实我们种的这个福的话呢，就是德的福啊，种的这个贫呢，就是德的这个贫啊。其实种福的这个最重要的因缘呢，就是聚集于这个布施。就是聚集于布施。所以我们如果这个寄生当中就是一点都是不布施，你要想这个发财，你要想所有的这种财富就是全部得到的话呢，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以前这个经常就是听到就是中卦的卦，中度的度，就这个时间的这个术语就时间的这种这个格言的话呢其实在这个佛经里面呢就是非常这个相同的那道理呢，就是让这个照得到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是这个都条经，都是那个都岁天的都，就是都岁天呢不知道是谁译的，好像那个就是译者就是没有吧，就其实这个跟那个分别三恶报应经呢是好像不同的这个译本。在那个里面呢，就是说是中埋的埋，中道的就是就是中道的道就是道是那个道天的道然后呢，作善得善，作恶得恶，
就是其实这个前面的这个酿具啊，你种了这个麦子的话，那就是得到的还是麦子；然后种到你种了这个稻子的话，那就是它还是就是最后呢也得到的是这个。那么这个前面的这一句的话呢，就是这两句呢，其实这个《大波涅槃经》里面呢，就是也是有同样的这个文字，同样的文字。所以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观念当中呢，就是要知道是这个中得到的中卦的卦呢，就其实是。中三啊，就是作三得三，作恶得恶啊，就这个观点呢，就是一定要大家这个要这个明白，就是它的这个关系啊，就是要这个明白它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以前就是上一些什么这个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一些课程的时候啊，就上这些课程的时候，有些老师呢啊，就是以自己的一些这个分别念呢，就是驳斥过这种这个观点，就是三恶因果呢，就是同类的啊，这个参僧呢，就是驳斥过，但是他们呢，绝对就是找不到任何的一种合理的这种这个依据啊，就是合理的这个依据。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实践当中呢，就是一定要知道，就是天的这个种子呢，就是会这个参僧，就是天的这个果报，而这个苦的种子呢，就是会得到这样的。那么啊，就是他的这个因果关系呢，就是在我们今生当中造的业啊。他就也应该有这样的这个关系，比如说你下的这个毒药的话，那就是那么毒药的种子当中呢，让这个参僧呢，就是妙药是不可能的，然后妙药的这个种子当中，就是参僧这个毒药呢，也是这个不可能的。它的这个因果相续呢，就是是这个相通的啊，因果相续是相通的。当然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这一点我们这个佛教也是承认的。本来是你造的这个恶业，但是后来呢，遇到这个其他的这个因缘。啊，比如说我们就是遇到了啊什么这个忏悔啊，或者是遇到了这个其他的殊胜的对境的时候呢，你的这种恶业呢，就是不但不成熟，就是反而呢就是变成这个功德的啊。这是有个别的一些植物的因果关系方面的话呢，你遇到了一些其他的这个种子的因缘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它的性质呢就是发生这个改变，但是这是是这个。就是个别的，也是有这个代表性的，就不同的这个因缘，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因缘的这个关系上面的话呢，就是大家都是一定要有一种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这个见解的是就是坚不可破的一种真见，就这是很重要的。一般特别文种的人特别沉稳的人呢他自己有着一定的把握。啊，他也不会经常一个上师说，今天一个道友说，就是每天都是枪上芦苇一样的，就是随风飘荡，不会这样的。他到了一定的时候，自己的这个见解啊，自己的是可以呢，就是利用啊，就除此之外呢，就是不用跟这个随顺这个别人啊，就不用这个随顺别人，这是这个离根色的一种这个见解。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已经讲了，就是很多人呢，就是你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也是其实你的这个福报一直是不现钱啊，拼命的去向赚钱，就是结果一直不但是赚不到钱，就是甚至天天舍本。为什么？就是你自己前世没有造这个三业。啊，实际上呢，如果自己没有往昔布施的过报发财之福的这种福分呢，就算是今生当中这个非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是不会有什么效益啊，殊以教国。看看大多数民强民多的土匪，或者呢就是安土安道的这个妾子每次的所获到的这种赃物那么如果他们经常性的这样这个获得那么多的话，那整个可能大地的是很难以这个容纳的啊。有些大老板，有些什么大的一些那个企业他们一听说是就是一天都是赚多少多少钱，就一年当中赚多少亿，一听起来的时候呢，哇，这个人真的是，如果在长期的这样这个赚钱呢，就是可能这个钱呢就是没办法容纳在这个世界，就是。可是呢，他真正就是最后到头来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都是就是没有这个很多了。那就没有很多了。可是实际上呢，就是那些这个光天化日强夺，以及呢就是真人不被安土度日的人们，却最终往往都是因为山穷水尽而落的饿死的下场，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就是最后呢，因为这些这个人呢，就是造的这个前世的这个业也好，或者今生当中自己没有这个福报的原因呢，就是最后的是下场是这样的。
哪些商人就是获得享用新材的人啊？就是有些商人呢，有些享用新材的一些现在的这个一些怎么说啊？就是有些这个出家人也好，活佛也好，上师也好，就这些的话呢，每次都是得到的这些财物呢，就是特别特别多。可是呢，对回馈社会，对整个这个佛教事业呢，没有做任何的这个贡献。然后他自己离开人间的时候呢，也恐怕也没有什么的。所以很多人都是被这个宁俗贵一样的，就一点就是收获都是没有的。这种就作为这个财物呢，的确也是没有这个任何也没有任何用的。其实这种人是最贫穷的。我记得以前那个大宝基金里面就是说是若人多贪求，积财无厌足。啊，就如人多贪求，积财无厌足。什么如是诳卵人，名为最贫者。啊，就是这样的这种，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贪心特别大，每天都是向这个积累财产，没有一点的这个厌足啊，就是一直贪得无厌的。那这种特别狂妄、特别这个疯狂般的这种人的话呢，那么就是实际上是在世界上是他是最贫穷的人。我们现在社会上看到有些老板呢。虽然他的这个家产呢，就是特别特别多，可是呢，他吃的也好，穿的也好，每次都是那么辛苦，那么劳累，而自己好像那个身无分文的这个乞丐，没有什么这个差别一样的。其实有时候这个乞丐的话呢，他过的这个生活啊，就是很快乐，很快乐的。他在那个垃圾桶里面，就是得到一点点呢，就是比如说得到一个玉米包，然后他就马上把我看见一个乞丐，他就那个把这个鱼米呢，就外面的这个壳就是就削了，削了以后呢，就边吃了，边吃了以后的话呢，在河边去喝点水，然后呢就是一直这样躺着，就很快乐的，就是他看着这个蓝天呐、白云呐，还周围呢就是也有一些那个这个什么那个。这个嬉戏的、笑喝的这种这个行为的这种身影啊、歌声啊，那这样的话呢，他的这种这个生活啊，就是特别有这个价值，就是非常这个快乐。也许他在睡觉的时候呢，安住于这个明空无二的这个境界当中，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呢，就是也有这样的，就无论是谋取了就是何等的这个丰富的财力啊，没有得到这个什么益处，这种现象呢，就随处可见的啊，就是每次都是赚钱，每次的，就是他的这种这个钱财呢，就是最后对社，我觉得是对社会也没有益，对自己也没有什么用的话呢，人们都变成了这个钱财的奴隶，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的。如果自身具备往昔布施的果报，那么不会摧啊，就是不会摧毁智力，也会拥有一生用不完的财物。如果你实在想财富，源源不断啊，滚滚而来，就必须勤奋努力上供下施。这是这个发财的这个唯一的这个办法。即使你有些人呢，就是今生当中没有这个发财的话呢，就是来世，应该会有很多的这个财富呢，就是会滚滚而来。本来在这个业力自体啊，难攒不足，前半生呢，就是造的这个业，然后大多数都是后半生呢，就是也会这个成熟啊。倘若遇到一个特别殊胜的一些福田呢、对境呢，那这样的话呢，那么转眼之间呢，也会得到这个好报的。以前好像在那个什么那个《仙域经》里面，《仙域经》里面呢，就是有一个特别贫穷的人，特别贫穷的人呢，就是他在那个山上砍柴，就是而这个为生的。后来就是遇到了，好像他们家里就一点点的这个营生，但后来呢，就是遇到了就是一个杜鹃啊。就然后把这个自己的饮食呢，就是供养给他了，供养给他了。然后他到山里面去这个砍柴的时候呢，就是遇到了一只那个山兔啊。这个山兔呢，就是刚好死了，死了以后呢，变成一个人的尸体，就是然后就是一直抱着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很害怕，就后来呢，他就白天不敢回来，就是晚上回来。晚上回来呢，就是结果那个尸体呢，就是是一个人，这个金子人啊，就是金子人。然后这个金子呢，就是一直用着不尽呢，就是一直这个陷入不尽。后来听说这个国王发现以后呢，国王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还是一个尸体，就是国王都不敢接近，但自己呢就完全的是可以享用，还可以给国王呢就是提供很多的这个金钱。后来国王也是非常高兴，就是把他作为这个自己的这种大臣啊，就是作为大臣。这种现象的话，我觉得如今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呢，也是特别
特别多的啊，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在这个在一个企业当中，这个发薪就好像不知不觉的是马上这个发财了啊，就以前很贫穷的人呢，他就可能遇到不同的这个对境呢，或者自己的前世的一种这个出生因缘，或者是今生当中呢，就是有不同的一种这个发愿力三愿力呢，就马上这个发财。这种现象是如今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相当多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这个因果的这种观念呢，就是对这个修行人来讲是应该是特别重要的。可是现在真正相信因果的人呢，也是比较少啊。就这是我们这个佛教徒的最大的一个毛病啊。每个人呢，就是应该观察啊，如果你对这个因果的信任呢，就不是很坚定的话呢，我希望你最好是先不要这个高攀，也不要呢，就是求这个大发恶为主，应该先呢，就是像那个白衣经呢、白玉经呢，还有呢，就是一些就是有关这个因果方面的公案道理，还有一些这个像那个移民呐、像释量论呐、这些当中的一些这个关于因果方面有详细剖析的。在名言当中呢，应该它是怎么存在的？就是通过这跟这个歪道完全不相同的一些真理呢，就是自己去这个掌握。就是这样一来呢，我想每个人的这个相续当中有了这个因果真见，有了因果真见，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可以这个心自然散发。就像一个农民的话呢，就是他这个田地都没有的话呢，那你怎么种庄稼呢？所有的这些庄稼都是依靠这个田而来的。那么同样的，你基本的因果观念的这个基础没有的话呢，其他的多少的功德，可能最后的话呢，就是全部就毁于一旦的。所以说，首先呢，就是最关键的这些这个窍诀呢，就是一定要求到，可以所谓呢发愁啊，发财就是这个。挖空心思使用欺骗手段来经商，或者呢移民心思干一些偷盗当勾当的人，心里所想的和身体所行持的往往都是相反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只会在俗界之中，也是脱离不了恶鬼处的。就很可怕的，如果你真的这个违背了这样的因果的话，那就是你的这个下场就是这样的。今时今世也是同样，到头来或者呢以业力感召而变得越来越穷，越来越惨，或者呢拥有微乎其微的财产也没有权利享用啊，就自己有一点的，结果呢全都是被别人用了啊，就别人用了啊。以前有一个人，就是他好不容易就是卖一个这个卖一个很好的一本书，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呢就开始想一切办法，就开始这个抢了，就是抢了以后的话呢，过了这个17年以后呢，就是那个人还在就是唠叨，还在说，但是也没办法，当时跟道友的这个福报呢还是有关系的，或者说自由自己临死的原因，而导致自己越是富裕呢，就越发觉到就是越这个贫困寒酸一无所有，或者他的财产反而成了恶业之引当当。有些没有福报的人呢，他虽然有一些财产，但是这个财产呢，他可能是造这个什么杀生的啊，这造一些恶业的这个因啊，就是造恶业的因。有些人呢，虽然拥有财产，但却没有派上用场，简直就像成了恶鬼宿虎包藏一样。因此，对外表上啊，就看起来似乎财力十足的那些富翁，如果好好的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的话呢，那么他们的这个财产如果没有能用在作为今世或者来世幸福指引的正法上，或者呢，就是丰衣足食的生活问题上，那么他们呢，就是比这个穷人呢，就是还可怜。穷人的话呢，他没有这个生活的这种压力，没有这个积累的压力，因为他本身都是没有这个财产的。没有财产的话呢，他每天都是过着很安闲、很那个轻松的一种生活。可是这些富人的话呢，每天都是就是为了就是财富，都是付出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可是最后的话呢，上供下舍的做福德呢，就是也没有的。然后连自己这个吃的穿的，就是足够的，也是好像舍不得。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财产到底是对谁用？到底就是有什么价值和用处呢？没有的。而且他们现在就已经感受了恶鬼的等级，还没有堕入地狱的时候，现在的是跟这个恶鬼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恶鬼里面专门有一个属虎包藏的这个恶鬼啊，如中论当中都讲了，就是他没有权利，就是属虎没有权利享用，但是他天天都是看着，就像我们现在有些大企业和大老板属下的一些这个财务官员一样的，就是让他天天都是数数数数数数数，就是一直是这个多少多少钱，就是就像
像银行里面有些成本，我原来遇到过一个银行里面，我说你书你欠特别多啊，我天天只数而已，其实我自己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有，就是我就是趁他欠的漏你天天的是就在数的时候啊，就是有些的是他那个技巧啊，就是就很好的。可是你自己用多少，就是用多少，就是没有啊，就天天的是生贪心生贪心生贪心。这完全是不清净布施的这个报应。其实不清净的这个布施有33种不清净啊，方便的时候你们也看看那个经典里面呢啊，这个阿含经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经典里面都有这个不清净的这个布施呢啊，比如说这个给别人这个布施布施这个什么酒啊肉啊，还有这个烟啊等等，就是这些布施给别人，给别人的话，那就是将来就我们就变成了这样的这个疏忽报偿的恶鬼一样的，就每天都是看欠，看是看得到，自己手里也许是有的，但是自己没有权利就是用的，就是也很可怜的，自己特别特别贫穷，但是呢就是没办法，就是试用，一试用的话，那可能导致你的生命的是这个就是危险，就所以我们寄生当中呢，应该我觉得是还是这个知足少欲很重要的。然后在知足少欲的前提上呢，就是对前世的这个因果要这个知得重视。如果有自己福报的话呢，可能也经常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得到一些财富，你就可以这个享用。如果实在前世的没有福报的话，你精神当中再怎么样这个如理呢，就是不一定这个得到。在那种情况下呢，你也不要特别的去这个痛苦。凡事呢你就基本上按你的这个生活标准去这个过生活就可以了啊。你特别贫穷的话呢，你不要要求太高了，太高了的话呢，就是心里很痛苦的啊，就心里很痛苦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人，包括我们藏地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也是这样的啊，就心里的这个贪欲呢，就是特别特别这个强烈，这个需要那个需要，要的东西太多了。可是你的这个福报跟你的这个经济，这个根本就是跟不上你的欲望。就这样呢，就是带了很多的痛苦，然后呢就可能贪污啊，就是开始就通过各种手段呢，就是骗钱呢、啊、然后你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会发现就是出现就种种不如法的这个行为。所以关键是我们这个内心的这个调整呢、啊、就是这是很重要的。内心的调整好了的话呢，你在短暂的这个人生当中呢，应该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这个想得开的。可是我们有些人呢，好像这个想象力很丰富的就什么样的就根本不实现的一些东西，都是天天都在胡思乱想。就是我想有些人的可能前世的这个业力吧，就是根本外境上是不存在的东西，都是你就自己在这个脑海里面就是一直这个大算盘呐，就是就这个那个，就是甚至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些人特别就是复杂的复杂分别连的人呢啊，这个人对我不好，这个人是我的坏人，他们可以在背后害我啊，这个人是应该是如何如何，他自己就这种一种造梦一样的，就是就经常想，根本没有这回事的话呢，你就开始这个想，那么这种人呢也会可以想出来，根本你得不到的这些财产的话啊，我今天应该就是听到就是听说33天呢，就是有一个如意说，我这个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要得到，然后美国呢就是可能有很多的这种。财富啊，就是我自己私人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我发财过后呢，就是要这个到美国去，就然后居住在哪里，就是买一架飞机，然后我自己私人这个，哎呀，那个时候的我的这个世界啊，那这个家又是怎么样呢？那我一定要就上网，就是通过这个，到时候我买飞机的时候，那个怎么样，这个家有这个。苏仙一定要就是准备好，如果准备不好的话呢，我到那边可能到时候来不及，然后他开始上网啊，就是一直想办法。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我看到有些人特别特别可笑，就是就一种很多根本不现实，不要说你这一辈子多少事都是根本不实现的东西呢，你在这个脑海里面一直是在这个盘算，就是一直是打这种如意算盘，就是我觉得就现在的这个很多人有时候看起来也是比较这个愚痴的。所以每一个人呢，就是凭自己的这种身份和以自己的这种智力啊、财力啊、福报啊，就是然后呢过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生活，这样的话呢，就是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就是对你的身心都是有利的，过一个简单的这个生活，不要太奢望了，不要太这个要求太高了啊，就这样呢跟这个自己的
前十啊。你比如说，你今天身体好的话呢，你就开心；身体不好的话呢，也没有必要就是特别的这种上心，就是这跟你的这个前世有关系的。你今天有钱财的话呢，你就高兴；没有钱财的话呢，这也是你跟这个前世是肯定有关系的。所以呢，自己啊就应该就是了解，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份，就是这一点很重要。好，今天讲到这里。Om Mandangara Banasadardham.